来把梦魇儿，我炸他干啥呀？我炸他，我们不没了吗？看看天赋，给。打个鱿鱼，扣一下，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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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了。补刀。梦魇还可以打着鱿鱼，我们能挡他的翼。抽一下。滑了。交闪了是吧？好像没什么办法，只能让他打。放他出来啊，这波直接放他出来把他杀了，先吃个药。抠一下。他老跑着就没办法。把他放出来，放到这个位置我们把他杀了，让他退线啊。现在我们就站在这里，然后让他放抠砸我们。这样他就会推小兵了。哎呦，还挺聪明，滑了。他老跑，一等他就跑，感觉挺难杀的英雄。老是躲兵后边，然后跑。打我！你打我！你打我！闪现！这个英雄就突出一个字儿：如何逃跑？哎，可恶心了，这个洛伊。这种英雄就得让这赛过来打他，让你赛哥锤他。你要干啥呀？你要打死我呀？我可真是长见识了，你要把我打死，我没想到。回家。来个皮孩，帅哥比谁都恶心。我看见一个弹幕，只要我手是最长的，我就是世界第一上单。他马上死，我到线上就死，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死了。黑吧，嗯，滑了，滑了，滑了。
开团了，不是开团了，我就感觉那个弹幕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话说的有意思。鱿鱼是吧？嗯，滑了，滑了，滑了，恐惧，能打打打不过拉倒，滑了，滑了，死了，没办法，卡牌来了，怎么没人打个中密室呢？也不密室，密室，你说？哎呀，最近买的钢铁侠头有点疼，我去人家官方店里边买了个战争机器，定价2000，我们定金900。定金900，补款1200多，好像现在人家正品直接卖1200多，给我定金干没了，降了900块钱，头有点痛。你要干啥到底？你是真不怕死，我发现。那就退定金呢？不行，不能退，定金都定了，不让退了。再也不去那官方店买了，真的，那官方店买太坑人了，可贵了。怎么那么贵呀？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！哎呦我擦，这唐囊死！还好我点炎伤害够高，咋那么多人赶客呢？这两把玩的。这也行，我9级点炎，9级230点血点炎，这玩意儿怎么开始出日炎了呢？两个兵，看看怎么杀的好一点。Q， 滑了 W。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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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只需要走位好一点，他就没有办法勾到我们，全是这触手。哎，真恶心，又弯又细又尖又长。别再赶客我了啊！别再赶客我了，直接给他高一些塔给他拆了。一些塔拿下，来吧！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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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不快？这攻速，如果没有人，我就把你二塔也给你拔了。我这攻速可老快了。
Q。哎，回家，看看有没有男 buff 啊？咋的呀？你到底要干哈？我给你这俩都给你排了，我这俩眼儿，我让你一个眼儿也没有，我让你查，你给我送钱，都给你排了，我还吃你个蛤蟆。出个木印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这把你们就是杀谁，就这个卡牌了，行不行？这卡牌杀我们一波，赶开我们，啊，引我们，那指定是不行。就这卡牌了，今天。嗯，螳螂在这里呢，在这里呢，在这里呢，打着了。先打个蓝 buff， 哇，双 buff， 呜！先杀芬女，芬女有大能吹我们走啊！这一波寒冰应该是够呛了，消闪也没用，跑不过我。链儿滑了 ，W Q 滑了，哈波 Q。下路塔皮都给他吃了，还有一分钟就脱落了，快点快点。赶紧拆五层塔皮，中路也五层塔皮呀、啊！这里有眼儿吗？这里没有眼儿的话，我小杀一波寒冰嘛。人呢？出个小暴击吧，让我找到这卡牌代师。寂寞，他开大开手倒挺快，不过稍微脆了点儿。好嘲讽，你也得死！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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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300。回家出我们的收集者，这样我们又能加5%的捡息地。现在我的大招已经是69秒一个了。红应该没了，我估计够呛了。这螳螂把红拿了吧？哎，螳螂没拿红，他怎么拿到的双 buff 呢？
给我开视野。这为什么狂妄？为什么？卡牌为什么敢 A 我？卡牌，卡牌凭什么 A 我？复系点的啥？点的主宰呀！上路赶开一波。15个死定了！哎呦我操，这是啥意思？为啥还打我呀？这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为啥还打人呢？这么智能吗？这啥意思啊？他这个触手到底是因为什么打人？他那灵魂是不是定期会打一下子？假如说我们的魂儿被他给抽了，这是什么机制呢？谢谢炫石成家善的飞机儿，谢谢炫石成家善的飞机儿啊！我来个男 buff 兄弟，寒冰为什么敢在这里狂妄？寒冰凭什么在这里狂妄？啊？嘿吧！为什么交三线？我真是给你点脸了！我发现这卡牌，给我死！寒冰我不飞了，从现在开始我就飞这卡牌。我们大招69秒一个，小伙子，你可别让我逮到你。别人点名俄洛伊了，点名俄洛伊也不能玩，不会玩。找到卡牌，来吧卡牌，来吧分女，来吧寒冰，抢我四杀。你给我死！哎，追啥呢？瞎是吧？不瞎，跟我打，小伙子，行啊，螳螂！哎呦我螳螂，这螳螂虚区有点高啊！你给我打死他！一个划了我489，500滴血，我1800滴血，他划了我500滴血。可恶的螳螂！不行了。不能再死了，我发现给他们人头要起飞了，我打大龙，三个人应该能打差不多。
以我们的虚区跟大龙较量较量应该没啥问题。我们赶紧往回飞啊！哎呀，这人有点多呀。撤吧，兄弟们，这波没蓝了。赶紧撤！啊，赶紧撤！不能再打了。不过对面确实有点狂了。这种15-27，对面敢越二塔过来杀人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给我拉扯死他们！我看下件装备咱出个啥啊？出个春哥吧，还是出个黑切呢？出个九头蛇，少点吸血。来个什么呢？来个秒表。谁来了？先把小龙打了，没事，打吧。打个蓝去，艾克！艾克把蓝打了，我们这波中团。芬女儿如果能杀，直接可以杀。好肉啊！啊，还行，杀了。不能上啊，这不能往上上了，这干啥去了？少个人呢，这。不过这波是可以打的啊，不用害怕，我站草里边。就你有钉，我没有钉是吧？情况不太妙啊。对面拉扯的挺到位，是啊，我必须得有春哥，我们进去先杀他一个，然后让对面集火我，这个团战的队友在后边收割收割就行了。上波你没死，可以打呀，这边少个人。
先把螳螂杀了。我有恐惧，我们先撤啊！哎呀，给我点盐了，剩几个？行，就剩最后一个了。四个打一个可以接受，拿下，赶紧拿下。对面拉扯的挺到位，想要给我翻盘一波，那不可能，没有这个机会。上路我收一波，出个炸药。ADC 上边捡了几个人头，还行啊。16级了，小龙可以要，大龙也可以要。这边有人，但是我可以飞他。你可跑不了这螳螂，把鱿鱼杀了，杀鱿鱼！哎，杀鱿鱼，打大龙。小龙可以要，我们去打小龙。回家，把皮鞋卖了，我决定换一双皮鞋，我来个双印星。48%的印星，这卡牌还敢追？不是吧？下路飞，怎么都走了呢？往下路推，把下路给对面推了，中路没有了，快点趁我们家大龙 buff 推一波。先把鱿鱼抓了，我们再把寒冰杀了。寒冰搁后边瞅瞅什么瞅？谁允许寒冰瞅的？哎，我身上有夜印之风，给我晕住了。为啥呀？我用 W 后开一下，夜印之风给我晕住了。啊，两个人晕的，卡牌加上分那个寒冰的大招。哎呦我咖喱哦！我就推塔了，咖喱哦。
好奇怪呀、啊！刚才为什么我开罩了，还是给我晕着了呢？我看看，我得瞅一眼回放。啊、哦，闪的有点快，撞他扣上了，把扣给撞着了。看来太快了也不行。